自1947年开始，一直到戒严。在阮庄仔外有一条桥，夜观巡场的时阵，拢会对迄条桥过。过桥了后，有规刷片的蒙阿布，阮毋知影内底带的到底是啥。有时阵夜观会出声，亲像枪声，亲像风声，嘛亲像咧哭的声。真爱人讲，遐较早是战场，是甲人清伤的所在。有人讲，遐较早捌拄着火烧，一个砖头烧甲无去，是因为炸弹的关系。这两个风声全拢有影，住伫遐的人是一群有老婆厝的人，互人放煞伫遐。夜观、甲安慰、甲照顾，伫遐自由自在，无病阁无痛。若是思念亲人，夜观就会带因来过桥。